雨季节以后，白昼变薄，夜晚变厚，怎么四季以后，我们还像平行的线，素不相谋。这个衣服是啊，这件衣服是顾机长的。顾南亭，对。什么时候醒的？然后过马路，超市旁边。哦，那个是你爸呀。嗯，你去过？没有，就有一次我不去，他买了我没买。早知道我就买一个十个签名，买一个八个的。冷静一下吧。喂，放手！所有登记口都有监控，你刚刚做了什么全都录下来了。其实让你去地勤，不是他说的，是江部长的意思。那顾南亭怎么不跟我解释？我认识他十几年了，他就这样，从来不做过多的解释。我做地勤还归你管了？地勤还是我归你管。那请问，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到飞行部呢？离开的时候呢，桌面一定要收拾干净，电脑一定要关好。嗯。小陈姐，航班半个小时之后，晚饭估计就来不及吃了。没事，我不吃了。你好，帮我打包两瓶计划上去。我妈怎么了？没事吧？不好意思，能不能麻烦你打包完了之后送给72号的工作人员？不好意思啊，先生，我们不能离店。算了，谢谢。我都知道了。我也在挥霍每个靠近他的理由，是我依赖这份温柔，他愈加成熟，我愈加软弱，他向我伸手，我自愿上钩，仿佛只有抓住我看时间还比较充裕，才是正确出口。在你眼眸，春天的石头被夏天。